这是我的房间，也是我的房间，我进他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也是我的房间，我进他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也是我的房间，我进他。不行不行，这个房间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了，姐姐的东西我扔。哼，小小雪，你太过分了。真是气死我了，我这就告诉妈妈去。切，姐姐就会告状。哼，不进就不进，我才不稀罕呢。哥哥终于走了，现在我可以自己住了。汪汪队还帮我贴，哥哥的奥特曼还帮我撕。哈，姐姐不在，我自由了。姐姐的裙子我穿，姐姐的鞋我穿。哈哈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了。姐休想管我，玩具我扔，袜子我扔，房间我改。停，就要粉色，不喜欢姐姐的黄色。房间我改，这件舒服多了。房间我改，再放上我最爱的娃娃。哈哈，这才对嘛，姐姐就知道学习。妈妈，今晚我能和你睡吗？当然可以，快进来吧。我进。晚安，妈妈。妈妈，我能和你一起睡吗？好啊，进来吧。我进。晚安，妈妈。我怕，我想和你睡。哎呦，你都是大哥哥了，男子汉还怕呀？只能睡一晚啊。好的，妈妈。晚安。哥哥，我要上厕所。忘了哥哥不在。哦，爸爸。姐姐，我渴了，要喝水。忘了姐姐不在，我不想起。姐姐抱抱。啊！姐姐我怕。孩子们怎么了？妈妈，快让哥哥回来！姐姐，快回来吧！妈妈，我要姐姐。我们不回去。小小雪，快给姐姐看看你给姐姐准备的房间。姐姐，看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。哇，好多娃娃。学习累了，就和我一起玩娃娃过家家。姐姐，我把你的裙子、鞋子都摆放整齐了。哥哥，你总是碰到这个柜子，我帮你移开了，这样你就不会老碰头了。回来吧，姐姐，我错了。嗯，好吧。耶，太好了！小雪和小小雪互相关爱的样子，真是太可爱了。